走了那么多间太庙佛寺的，这集就来点特别的。槟城大山脚人对这里应该都不陌生吧？起源最早可追溯至1833年，当时中国和印度移民从槟城 Batu Kawan。1840年，中国天主教徒在大山脚下定居，当时的天主教徒人数为190人左右。1846年，第一座圣父亚纳小教堂由巴黎外方传教会阿道夫·爱的郭厄郎神父所建。小教堂的遗址目前保留在圣安娜教堂的后山上。1888年 ，P.S. Rand 建设哥德式白色老教堂，至今已经有100年历史。2002年，获得梵蒂冈天主教教廷批准，升格为全马首座以及宗座圣殿。